迷茫，这是谁啊？我们出去走走，等一下回来哦。怎么啦？我们第一次带 Mira 出门，有点怕怕的。Mira 有点怕怕的。不会，我们 Mira 不会怕，对不对？走。嗨。迷茫，这是谁啊？这是小 Mira。冰冰的。冰冰的。冰冰的，你摸。冰冰的。再大一点就可以喝了，长大一点喝。这是大人的奶奶，大人的奶奶。一起看冰沙，看到不行。今天超热，虽然过了中秋，我们刚吃完饭，然后想要去空旷的地方走一走，我就找了吉米公园走一走。今天好像没有很多人。Hi Mira。咻咻哒哒哒哒哒。咻咻咻咻！开心哦！开心耶！要不要跟行李箱合照？你看行李箱，哎，这是行李箱哦，在这吗？我觉得我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没什么人，然后其实又蛮凉的。他现在超怕热，对啊。那时候经过那边人超多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们来送他的时候，哎，那我们蛮幸运的啊。那么可爱啊。他玩的奶嘴面，玩的很忘我。我太多包包了吧。汤没满，对啊，那么可爱。我们再走走哈，我们大概再走十分钟，你就要回去了，你准备要喝奶了。这是清新湖泉的这个站，蛮特别的。走那边吗？不叫人家。来，米拉。
earlier. Hey. Oh my god. 不能吃啊、哦！不能吃了。那个不是吃的啦。不能吃吃啊！那是太阳眼镜哦。太阳有点大哈、哦。我们差不多回去喝奶奶了。太阳有点大哈、哦。Here comes